我今天还是好累啊，谢谢你啊！哎，轰一脚油啊，告诉他们二位爷走了。年年削减预算。 我连新人车手都留不住了，拿什么去打卡？啊，拿什么？啊，魏总，魏总，我刚才怎么看见小刀和李奥多走了？不是想多管闲事，我就是想表达一下，如果咱队里呢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呢，我随时待命。 如果让你开比赛，那我有个条件，你必须坚决执行撤退战术。你能行吧？本年度 CCRC 的赛事已经结束了，达喀尔资格赛的六个名额已经有了归属。 万事车队凭借雄厚的实力，毫无悬念地拿到了两个名额。他们仍然是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王牌之师。但是万事车队也有他们自己的烦恼。据说车队的二号车手李奥多在 CCRC 最后一站中拒绝执行车队的战术，现在已经被车队内部禁赛，派谁出战达喀尔资格赛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 飞驰车队则是今年最大的惊喜，除了张弛表现稳健，拿到了一个名额之外，林真东在最后一站绝杀了于泰昂。他亲手终结了自己父亲的达喀尔梦想，但是他自己想要圆梦达喀尔，需要突破的难关还有不少。研究车队在于泰昂遗憾失利后，由范翔保住了一个参赛名额。疾风车队的车手高花阳也进入了下一轮的比赛。30天后，他们将会为唯一的达喀尔参赛名额展开争夺。行了，别看了。 要么休息，要么接着练。训练计划早就做完了，走吧。达喀尔资格赛全部是沙漠赛段。 首先要适应的就是高温环境，车队经费有限，高温舱咱没有，但是耐热特殊训练也谁也别想跑。
途中穿梭追逐的餐饮，无所畏惧才能超越自己，有多少失恋都痛快迎接，释放着梦想光芒耀眼，期待着勇者最终的对决，抓紧了渴望已久的机会，带着梦想勇往直前，突破极限，全速冲，属于我们的奖杯，勇敢的去跨越速度的边界，看我的胜利终点，车轮在飞速向前，挑战极风边缘，穿越终点线，渴望向并飞剑，收获梦想滋味，看我为荣耀举杯，走，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次达喀尔资格赛的赛制。达喀尔资格赛赛段全长超过1500公里，历时6天，共有6个路面状况各不相同的赛段。达喀尔资格赛与 CCRC 最大的不同，除了赛段更长、赛道环境更艰苦之外，还对车队使用的备用配件与轮胎数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。没错，这次达喀尔资格赛参考了蒙特卡洛拉力赛的赛制，提供了软胎、通用胎、砾石胎、沙地胎4种轮胎的选择。每台赛车全程只能使用唯一一台发动机和28条轮胎，整个赛段当中还包含着2个超过400公里的马拉松赛段。也就是说啊，每个车手只有一套备用的轮胎，在路面复杂且环境艰苦的赛道上，这样的轮胎规则会极大程度地考验车队的策略水平。为了尽量模拟达喀尔拉力赛的比赛状况，本届赛事平均赛段长度超过250公里，有多个赛段标准用时超过4个小时，是 CCRC 常规赛的5倍。区别于常规赛对速度性能的追求啊，在本项比赛里，赛车的耐久性将成为比赛当中最大的变量。比赛选在广袤的戈壁滩地区举行，沙漠、高温、戈壁、砾石是赛道的关键词。严酷的赛道条件对赛车和轮胎的耐久性能是极大的考验啊，尤其是第4、第5两个马拉松赛段，车队要考虑的不光是轮胎策略，还有车手的体力分配、赛车调教和修理，甚至呀，车手吃饭、喝水、上厕所的时间都会对最终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可以说，考验的是车队的整体综合实力。这样看来啊，车队综合实力最强的万事车队是这个赛事规则的最大受益者。要想赢万事，咱们必须抢好开局。前3个赛段激进一些，建立优势。咱们没经过沙漠测试，缺乏数据。第1个赛段可以当成测试赛段。将魏千里一如既往的冷静。万事车队2号车手横过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，技术还比较生涩。林振东经过了1年 CCRC 历练，已经成为了一位技术全面、全路面适应力极强的车手。飞驰车队的1号车手张驰，则是坚持激进的赛车风格，充分利用到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单脚空间。
看来飞驰车队一上来就出了状况，您这弄停了下来，可能是轮胎出现了问题。，这下飞驰可麻烦了，跟我预料的一样。 第一赛段比赛结束，飞驰车队的张弛暂列第一，建立了优势。但是轮胎策略方面，飞驰面临隐患。二号车手林真东第一个赛段就损失了总共四条备胎中的两条，这对他来说将会面临着无法完赛的风险。要知道，在沙漠极端环境下，轮胎的损耗会比普通的环境要大不少，少两条备胎就意味着你的退赛风险增加了50%。 随后的比赛里，林真东很可能会被迫开得更为保守，这对车队的应对策略也是个考验。疾风车队的高花阳也损失了一条轮胎，相对来说情况要比林真东轻松一些。而张弛的激进开法能否持续到明天的比赛，支持他保持住优势，也是一大看点。 欢迎大家收看达喀尔资格赛第二天比赛。为了应对超长的赛程，各个车队都已经换上了一套全新的轮胎，开始今天的征程。六位选手均已发车，魏千里依旧非常沉稳，说明他对车队的策略很有信心。顶替里奥多的二号车手洪霍是参赛选手中实力相对最弱，不知道万事在这种关键的比赛中提拔这样一个新人是何用的。尽管他已经很努力，然而依旧有巨大的差距。 牛车队的换翔和疾风车队高花阳今天采取的策略都偏稳。我们再来看飞驰车队这边，林真东由于昨天损失了两条备胎，他在今天的比赛里已经不容有失了。而张弛依然坚持着他激进的开法，这就是深入他骨髓的赛车风格，也是他拼下来达喀尔参赛资格的唯一办法。哎，张弛停车了，他下车换轮胎。 看来，一位激进的比赛策略也给他带来了惩罚。飞驰车队缺乏沙漠比赛经验和数据支撑的劣势逐渐显现出来了。比赛接近尾声，选手陆续抵达终点。第二天的比赛结束，张弛由于换胎用时丢掉了领先优势，今天是排在第五。魏千里依然在这个赛段保持领先。 我们再看一下轮胎消耗情况。飞驰车队的两位车手各自用掉了两个备胎，无疑是所有车队里面临轮胎危机最严重的车队。比赛进行到第三天，今天的赛道对车手来说非常不友好，不但路面情况恶劣，还有沙丘遮挡视线。胎压够长啊，快点换胎吧，不快糟了，我怕轮胎撑不住。 林真东又一次停下来了，这样的话，林真东已经将全部的备胎用完。飞驰这三天的比赛里，两名车手是轮番换胎呀。第三天的比赛结束，飞驰车队面临的轮胎危机愈演愈烈，这对他们来说绝不是一条消息。 尤其是林真东，他已经消耗了所有的备胎，也就是说，接下来三天的比赛，他将每天只有一套轮胎可用，而张弛也只有两条备胎可用。现在总结一下啊。
前三个赛段呢，我们经验不足，我们两台车一共八条备胎，现在已经消耗六条了。尿也憋了，人也耐热了，轮胎没受得了，怎么着？让我们去训练轮胎去。唉，明天开始就是马拉松赛段了，轮胎很难坚持完全程。我在想，要不要用最后一段的轮胎带上？那最后一段怎么办？最后一段的赛程比较短，我想实在不行，我再翻翻旧胎，看看有没有能用的。倒是也是个办法，但也不能那么草率。这么着吧，张弛、真东，你们俩现在就去休息，因为明天对体力的考验太大了。我、唯一、玉强、季星、小何，我们五个人今天晚上把轮胎的策略定下来。行了，你别在这逞强了，现在减重呢，又不吃不喝的，然后大半夜陪着我们在这熬夜，你别在这熬了。张弛，现在这么多问题，不开会改变战术，咱还能赢吗？行了，别争了，就听我的吧。你们俩先睡觉，你们四个等我回来，我去趟组委会，我得说点事儿。老爷都瘦了，不光瘦了，又熬着，又不吃东西，他干嘛呀？跑得不错啊，看来赛前集训没少下功夫啊。后边的战术你心里清楚的啊，保证完成车队战术，保障您去达喀尔。这话很多年轻的车手跟我说过，但你不一样，我相信你是真心说这话的。只要你认真执行这次的战术，下赛季二号车手的位置我肯定给你留着。谢谢魏总。你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休息，心律不齐啊？我建议你返回基地找一家正规医院做一下全面检查。大夫，是这样，我是比赛的，然后您能不能先给我开点药，我回去我再查。不行，我是赛事保障医生。下一赛段是马拉松生存赛段，你的身体状况我不建议你继续参加比赛。名字、车队？叶工，飞驰车队。啊，你还得和你们领队说一下身体状况，能不上就不上。好，那这样，那我现在回去就和我们领队说，我就歇就成了，好吧？注意休息啊！哎，注意保持营养。哎，这你改的轻巧，哥。老姐，这你现在看着这比赛的这几个弯，这个入弯的时间，路，喂，车咋样啊？整理完了。唯一，要困得不行，赶紧回去睡吧。没事，我们都在这呢。我不困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也别都熬着了。听我的，就按这个 C 方案办吧，把最后一赛段的轮胎带上。虽然风险还是有的，但我觉得只要坚决执行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回去吧，都别熬着了。行，走吧，咱一起走。你们先去吧，我们再弄一会儿。我陪他再做点收尾。你不走，我不走，我再把这些尾弄。你们要想让我早点睡，你们现在就去睡，好吗？走吧，小孩去吧。走吧。哎，有文件没放这儿呢啊。嗯。老爷。早点休息。好，好。吃点东西。我知道。老爷，吃点东西吧。不吃会胖的。我差这一个汉堡了。季星，我已经超重太多了，我给林总已经增加很大的负担了。那你这一天天不吃不喝的，还有明天后天怎么办？我不能再当累赘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也不差。怎么不差呀？我少两斤肉，
没准他就去达喀尔了。行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。你去睡吧。观众朋友们，周末好！今天我们迎来了达喀尔资格赛最艰难的赛段——48小时马拉松赛段的比赛。熟悉达喀尔拉力赛的车迷们一定清楚，这种马拉松赛段它的比赛的残酷性。选手要在48小时之内连续行驶在6个特殊赛段以及连接他们的行驶路段当中，两天之间只有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因此，与其说是汽车的耐力赛，不如说是车手和赛车共同的生存挑战。赛前我们得知，飞驰车队已经把最后一个赛段的轮胎当成备胎带上车，这真是有点背水一战的悲壮了。希望他们能在马拉松赛段顺利完赛吧。今天靠你了，宝贝儿。哥，你突然这么称呼，这还挺突然的。你怎么那么恶心呢？我跟轮胎对话呢。啊，轮胎，加油，宝贝儿。好，我们已经听到了马达的轰鸣声，目前领先者魏千里已经准备好发车了。振东，你刚才压了一下路肩，右前胎胎压异常，开得保守一点。收到。飞驰车队的两名车手策略偏向于保守，他们承受不起再次损失轮胎了。但如果他一直这样保守下去的话，也肯定无缘达喀尔，比赛也就失去意义。林振东，可能是颠内一下感应器出问题了。现在胎压回正，可以按纪律赛道走。收到。赛将会进入著名的火车大直道，一段长达32公里的笔直赛道。这段赛道比的不是车手的驾驶技巧，而是车辆在超高速下的稳定性、发动机的耐久性以及车手对车况的极限利用。魏千里率先进入赛道，他把速度加到了惊人的205公里。万事的黑科技引擎果然厉害。
时也进入到了直道冲刺，时速200公里，这对于张弛的赛车是不是有点超负荷了？池哥，保证发动机转速不要超过6500。对啊，没有修车设备，爆胎的同时，圆滚的发动机会跑完。野牛的范闲也进入到了直道冲刺，时速180，也是偏于保守。执行战术，收到。排名末尾的红会进入到了直道，他竟然把速度加到了200迈/时，这太极限了。他很明显是在透支发动机的寿命。不过也可以理解，对于红会这种技术薄弱的选手，在直道拼极速是他唯一争夺排名的方式。通过火车直道计时点，已将至快了4秒，比敌军多快了4.3秒。红破采用的应该是透支赛车的策略，想要干扰你们的战术。张弛，千万不要斗气，不要透支你的赛车。林振东，按既定策略跑。明白。收到。超过张弛了，干不干扰红破，继续进行车队战术。放心，一定在飞车前面。马拉松赛段中的水本来就宝贵。千里率先完成了比赛，他的赛车看起来应付这条赛道游刃有余。飞驰车队今天终于摆脱了魔咒，成功完赛，并且没有损失任何轮胎，但两位车手的成绩都落后于比肩。欢迎张弛、孙宇强两位选手顺利收车 ，Welcome back！ 跑完全程，备胎都没用，
你小子还是可以啊，不愧是我徒弟。你听听，这是夸我呢还是夸他自己呢？夸你夸我都一样。哎，你们怎么不提我伺候过你们两辈人啊？话说回来啊，达喀尔资格赛咱谁都别收着。你看，这还有更疯的呢。笨鸟先飞，人家还是先飞了呀。宛如林呐。第四天的赛程全部结束，林振东由于在赛段中停车加水，再一次落到了第五名的位置。红阔异军突起，竟然超过了张弛，排在了第二位。再来看一下轮胎消耗情况，本赛段飞驰两位车手没有轮胎损耗，张弛脱离警戒区，而林振东则依然垫底。谢谢啊，漏水的地方我已经找着了，是有一管子裂了，备件我已经换上了。明天就是最后一轮了，如果赢了那就更爽。就休息6个小时了，你可别兴奋睡不着觉啊。不会。哎，你今天可没怎么吃饭喝水，你要是想减体重也不能这么减，太伤身体了。不能喝太多，科学饮水，我掐着量了。行。怎么样，累啊兄弟？今天得好好休息。哎呦，一人就给一块儿，这么苦啊。你把我这个吃了呗。师哥，你这让我怎么报答你啊？没关系，我有这个呢。你这哪来的呀？偷藏的呀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不是只让吃赛会发的视频吗？跟魏千里比了这么多次赛了，他能有策略，我就不能有啊？就他馊主意多。你最近都不好好吃饭，什么意思？要修仙呢？把吃了。不吃，低质量碳水长肉。干嘛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全得吃了。我看着你吃，明天还得一天呢。吃了吧，老爷，你这样不行。咱说点正事儿。您过的水平我了解，他今天领先了你2秒钟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抢发车位置啊？但是为什么呢？万事的策略呗。别瞎琢磨了。魏千里那点花花肠子都琢磨清楚了，咱就别比了。爱谁谁，明天按既定方针跑咱自个儿就完了。累就歇着吧，别熬着了，明天还得比赛呢。我就溜达溜达，吃多了。你这叫吃多了。我去陪他转转，说有心事儿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陪你转转呢。不不，你回去吧，我坐着待会儿。你也早点休息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啊。你在这偷吃什么呢？你给我尝尝。我闺女给我的手工糖，我想我姑娘了。你给我尝尝。哇塞，好漂亮。哎，哎，上来上来上来，你俩上来看看，上来瞅瞅，这真漂亮。哇塞，哦，真漂亮。你们仨都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这样算不算是混出人样？我能不能给我爸妈一个交代啊？我在想，我原本是要成为一个企业家的。你都真好。结果我现在成为一个拉力赛车手，跟你们在一块看星星，太奇妙了。
我在想五年之后的张芷。说真的，老叶，你当初是怎么想组建飞驰俱乐部的？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今天？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。大胖子是个车手，谁不行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赛段完了，我要求咱，我真去哪儿？去到维克湖，湖边上坐坐，等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湖水湖上的。嗯。那还可以顺便看看。老叶，没想到你是一个挺有诗意的人。你的故事讲到哪呢？让你在下个赛段抢到第二位发车，这是后面战术的铺垫。你完成得很好。那我接下来需要怎么做？在你身后发车的是飞驰的两个车手，他们的备胎差不多消耗光了。你只需要往赛道上带上一些碎石。没错。这不符合规则吧？怎么不符合了？违规了吗？难道不允许车手有失误啊？万事成功的经验就在于对于规则的研究。明白。我后边是张直的车，不会影响到振东吧？林振东第五个，影响不大。不过这场比赛之后，你就正式是万事的车手了。一切要以车队利益为优先考虑。你不会像李敖多那样临阵心软吧？放心，魏总，保证完成车队战术。情绪像点燃的火花，这一次该我决定我自己想要去哪，就把能量聚在我脚下。呜，谁能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？不想待在角落，感受过蜕变之后，要逆风的自由，就跟上我的节奏，哪一道能抢得到我？如果只问输赢结果，这战斗是我要教练我。起来发号指令，梦想做我的轨迹，看我肆意的飘逸，冲撞着下一个奇迹。谁的旨意都无所谓，加速度的高分贝，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直向前，绝不后退。不用谁定义我该往哪走，我也向着终点走。不用谁定义我那天该成为某某，享受逆风的我，就算它没有尽头，也没有理由让我收手。如果只问输赢结果，这战斗是我。教练我，若我能把那心跳声甩在身后，轰鸣中掩盖所有的念头，越过所有的声音，超音速，直到我可以彻底的忘记我。
什么方法，不问那个转弯可不可怕，只问筹码，只问我要的活法。前方的夜。